好，先宣布一下下一次的预习的范围。今天我们要上到预定的目标是那边，如果没上完也是要回去看。今天是上到113页，预定还有一个小时。那下一次请各位预习的是45到66。45到66，下一次请各位先预习，因为那一部分它比较繁琐一点，请各位先预习，听到了哈，45到66。那今天没有讲完，得是下礼拜作为开头开始讲，就等于是我们这两周的进度，就是会把前面从第一页讲到113页做整个讲完，然后再往下的下一次就是从114一直到150。好，没问题了，我们就回来，请各位看第七页。这个我讲课几乎都是照原文，不是我的意思。这个文章不是我编的，不是我写的。这本书我只是编，不是写。编书跟写书是两回事。编是我把它重新做组合，可是字句是他的，是智者大师的。请各位看第七页。他问的问题就是说，他现在确定一下，我现在用的这个本的文字是我写的，还是谁写的这些文字？那我现在要说的是，请各位看第七页，它有个说明，标题的部分是我加的，而且标题的字型不一样。当中如果你看到的是属于系名体的部分，全部就是法华文句的原文。那文句里面的原文当中，偶尔会夹杂有标楷体，这个标楷体就代表法华经的原文跟它的引文。就是说，如果是引文的时候，我会在前面加上经文两个字，然后会把那个整段文放进来。那如果夹杂在系名体当中的标楷体，那就是属于法华文句引法华经的引文。那如果是全部整行或整段都是标楷体，那就是属于原文。原文跟引文是不一样的。再来呢，下标或上标的东西就是我加的，因为要让大家容易数，不用我们现在说，请看第几行第几个字是一，第几行第几个字是二，加 TM 啦，而且读者就不用编书啦，所以说这绝对是我加的，上标下标是我加的。那为什么要加？是因为下标的话，你回去找大正藏，你很清楚到哪里。所以我的书被很多学者引用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回头找，他看方便以后，他要回头找，我帮他标好，他回头可以找原文，看看我是不是标错，他如果有产生疑惑的话。所以说为什么他的流量会大，主要是因为他是教学用书，才会流量这么大，流通量大。再来一个是图表，图表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贡献，就是把上面的文字画成是对比性类比性，让你能够图示化，你很快吸收。这图表虽然基本在图表上你很难看到说我说的图表跟智者大师的文不一样，几乎都是一样，只是把它排列组合容易看。那再来注脚，绝对是我放的。那为什么要放？因为有些人可能连看都没看过，他忽然在智者大师这段文里面就是何西平一个谁呀、啊？然后江东尧，我们没办法感受出他的一个重要性。那如果今天我把他写下来以后啊，他像后面讲说什么光宅转系啊，重分异于太清，三光为之极要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如果是国文不好，不是中文系的，他这个重分、哦、开玩笑，这字呢不太能够了解他的意思。所以我们注脚当然是我查找，以我的阅读上我觉得需要的我放进来，注脚是我的。所以你问的刚那个85页里面有我的也有智者大师的啦，就看字体。那你说为什么要打方框？有的不打方框，有的还帮你们画底线，因为方框打起来，你们要做对比的时候很快啊。那你说我再帮你们再另外列个表格，有时候没那么必要性啊。有些东西打方框就几个字框过去就可以了啦。所以这个文章不是我写的，我只是编，但是我编的功夫下得很深，基本上。查找这几个人的人名，有时候不是字典或什么电脑上就找得到，回头要去翻古书，甚至翻到25史里面去找的。有些人他未必在高僧传有，但是他可能是在其他的一些经典上面，或者其他的一些历史记载里面出现。那有的还要翻到汉文字典，我也不是学汉学的，我就是为了佛教这个东西要编这一套，我跑去修了一堆汉学的课。
对对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你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这本书它的编的特点，它怎么为什么会变成这种藏通别字的？这个下这个题目啊，这明明就是原文，比方说你看85页的第七行，他就已经说这个东西叫做别教了，所以我当然帮他下一个标题写 C， 你会比较容易看呐、啊。我如果不要下都是原文，很难看得懂啊。那你就我们就直接拿古科本来看就好了，那我们上的速度就会很慢。所以今天我有说你们都可以用那个大增帐带进来，34册带进来上啊，我没有意见啊，我就是跟你们说都可以的。但是用这本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在10个月，甚至因为中间还要过年还有放假，9个月可以上完，特色就是在这。那你9个月上完后，你再听第二部，再听悬疑，再听别的，你对天台会吸收的整体概念会更快。如果我把它讲3年，讲后面忘了前面，特点是在这，它有它的一个时效，所以它通常被人家当成一年教材，就是必须要让它可以成为一年教材。没有，还没讲完你的问题。你问的问题，对啊，你问我说这本啊，这本就是像第4页的地方他有讲啦。这一本书它的特色就是四法住法位，能够让你在最少的时间读到原文，而且读懂原文。所以说它，我的文字已经尽可能，我自己在放文字要放多放少，我斟酌，我很再三斟酌，放多你是让每一页原文很少，你读起来很累。所以那个我在放那些字或放要把它放成是注脚，还是要放在成为是小标上标什么三，那个下标你们不要以为很容易耶。举例来讲，81页，那个这个头发我是没有啦，要不然大家都满头白发，可以让你们看，这个很辛苦的。刚81页的21行，我不知道，就刚你既然那个刚好翁小姐问了，像这个见次立别，我在这边要下这4个字的时候，我们都还要再去想，你是不是这只要别教，藏通别，这边就写别。可是如果直接写别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了解它的见次立别是别教的特色，是要从鲁开始起头的。就是有时候要下这些东西，是为什么要不要给他这几个字？都还在斟酌，会斟酌再斟酌。那你像看这个够，这个够啊，有的字典现在都还查不到，你还要去查，真的是要大字典才查得到。有些字是很难查的，就有些东西是，然后还有你看那个引文啊，像我刚才前面有些地方的引文，比方像81页第3行，我的这个下引号要放到哪里，代表它这个地方是代表阿含的引文。这个都要去查回原经，去看个阿含，然后看到中阿含它里面它是到底是讲到哪里，哪些地方开始变成智者大师的话，所以它连这个下标啊都要去学。所以就是这个看起来很像很白话，可是事实上它真的是古文啊，1000-2000年前的东西啊，只是我把它变得看起来很像很白话，不是我的话，这样理解。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释教，那释教我已经给你们资料了，班长也有给你们，而且我有寄 email， 那个东西一定要先放在心里头，放在心里头以后，而且我第一堂课就介绍12因缘，4个教的12因缘了，特别介绍，那时候花了不少时间，将近1个多小时，全部花在上面，然后介绍藏通别圆的路线，我画了直线的，也画了横线的，在黑板都画了。我第一堂课有讲，那各位如果不清楚，回去听第一堂课的。第一堂课讲了非常的多了，对对，第一堂课里面都有讲啊，从缘起怎么样，一路爬上去，什么叫动念不动念，好不好？就如此啦，就继续上了，因为我今天的目标真的是想上113页。给过的东西一直要我讲到你清楚，不如回家稍微用点心背一次。背完以后，这个名词至少我讲的时候不会再产生出距离。那你说，老师，我就是要来让你讲到我清楚的，那我只能说有点困难，因为你一定要背一下这个名词，因为学一个新的东西，它的术语就是要快。而且我寄给你们一篇文章，叫做《教官刚通于天台之代表性》，那个里面就有提到一句话，
为什么教官当中当时藕益大师要选用天台的术语来解释禅宗的义理？藕益大师怎么说的？你们有没有看啊？那一篇我寄给你们啊，上一次我有讲，而且我当时还考大家他的对象是谁，记不记得？第一堂课都有讲，我还问了对象，他的主教对象是谁，旁的对象是谁，他的主对象为什么是他，旁的对象为什么是他。来，那个摩诃迦瞻言的话呢，此番闻是异于坚神，人云自悟呢，一名善神呢，一名好坚啊。他说呢，有的人翻为诗圣啊，只从姓为名啊。真言海里面有提到呢，说他的论义是非常棒的啊。那在长安海里面有提到说，他为了要让外道啊把他的那个断剑给破掉啊，他因此跟他有十番问答。那这十番问答到最后的时候，各位可以看一下后面的地方，87页的地方，很可爱哦。他在87页的地方的第五行的时候啊，他就写说，翻翻西破啊，广眼注意外道变符啊。他就赞叹的说，哎，真的，你前面说日月就第一个批的时候，我事实上啊，这个外道就说，我事实上早就已经了解啦，但是因为你说的太棒啦，我希望能够听到你的辩论啊，了解你可以对我做更多的开阐，所以我故意一直在问，一直在问，一直在问，可能汪小姐是这样，希望我能够更清楚。所以呢，他就说，哎呀，善哉啊，你实在是妙说啊。所以迦瞻言就善论意象啊，亦复如是啊。那这里面他的十番问答让这个外道这样赞叹，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赞叹，怎么样的一个论辩呢？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从第一个开始，86页啊，外道说没有下一辈子啊，他就回答说，那这个是谁回答？迦瞻言，他说今天呢，日月为天，为人，为此事，为他事。如果你说没有下一刻，没有下一辈子，那会不会有明天呢？那事实上那味道很聪明，他说啊，在日月这个譬喻我就已经知道根本不能够是论无，就是空，没有断，就是断见，是行不通的。他说他早就知道，可他为什么还故意要问？我们现在往下看，他的譬喻越来越精彩。他说我见呢，人死不还呐、啊，人死了谁回来再回来过啊，什么回来啊，或者是观落衣那些。他说你怎么可以说他受其苦呢？所以一定没有下辈子，没有他世的问题啊。然后那个迦瞻回答说，迦瞻也回答说，像罪人被关起来了，受苦就像罪人被关起来了嘛，关在地狱，那个狱就是关起来了。你看他回来过吗？明德归佛啊，你看他来过吗？然后第三个他就问他，在那个外道又问，那如果说好吧，受苦不回来，关起来，那升天呢？他为什么不回来啊？所以知道没有这一个下士啊。他就回答说，就像有的人啊堕厕得出，就像我们现在在人间，就像在厕所里面啊，那好不容易出去了，到了天上去，好像从厕所里面跑出去，还要不要回来？不要啦。而且他就讲说，第一个是没有这样的意愿，第二个是就算他想回来，天上的一天就像这边的百年，到他那边三天五天就这边300、500年，怎么还会连那个念头都还没有动过，还没有想要思考要回来？那舍得规则啊，就算他忽然过了10天20天忽然想回来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对啊翘翘啦，那怎么可能还会知道啊？你看这跳最漂亮不漂亮，哇，真的是两头他都说完。他说好吧，那就是我主祸，就是他把他关在一个罪人，就是以前有一种刑法，就是把人死了以后把他用煮的，把他密封在那个里面，然后让他呢关起来，也没有看到有所谓的神识跑出来，对不对？所以知道无他事啊。他就回答说，你不用把他关起来，当你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啊，睡着啦，旁边人在旁边有没有看到你神识出窍啊？也没看到啊，这个东西就是啊没得见的嘛。然后再来一个第五个，他说我剥死人皮啊，软肉啊，碎骨啊，怎样把它剥，怎样把它用到最微细，都没办法找到这个神的问题，就是投胎转世的这一个主体。所以知道无他事啊。他回答就说，如小儿嬉心啊，寸寸分裂，求火，因为火木材它最后是不是燃的会有火，那这个火就是让那个木材燃烧，对不对？趋于灰灭，然后再起来。他说在你再把这个木材再怎么样的碎，变成木屑，变成木灰，
也找不到个火，可是它却有火性。所以如果看那个中论就很多啊，中论中观里面一堆这种问答。在第六个他说，我劝死人啊，死人比活人重，活人呢，这是很好玩的哦。他神去阴亲啊，如果神是去了，应该变得比较轻啊，为什么啊？而且现在人死以后肚子会膨起来，应该变轻，有时候变重。他说那如果无神去啊，得无他事，所以你根本就没有离开，对不对？因为变重啊。他举了一个更好，所以世间法也还是要学。他说活与铁合啊，活与铁合，铁则轻，就是它经过淬炼，不锈钢经过淬炼以后，那个铁失火则重。哎，经过淬炼，有的时候反而是轻，没的时候反而变重啊。这个他又自己又一个辩论完又输掉了。再来第七个，他说我见临死的人呐、啊，反转求神不得啊，他想要自己找出他能不能，比如说这个投胎转世东西他都找不到，你说不能他自知能不能，他说也没有。就像有一个人啊，反转求于背身，在贝壳上面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你找到一个背身吗？没有嘛，你总要吹了以后才有那个贝壳声音，或敲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说那好，第八个，汝虽种种破我，执此甚久而不能舍，你这样子百般的要我把它放掉，我实在放不掉，因为它跟我实在是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我就是很难弃入你说的这个东西。他说达云啊，他就回答他说，如人才旅啊，出见马取马，就是说再来呢，他把这个马是赤整的，就换成马匹编织啊。那如果有马匹以后，他看到有旅，他当然取旅，对对，就是他已经开始可以变成是要准备织的那个东西叫做旅，他还是线，还没有织的。然后当他成为织了以后，之后他当然就取布啊，布跟绢比当然绢好。那你说绢跟银，他就拿去换，银又比输于金。他就说啊，事实上我们总是必须要舍猎取胜啊，云何不能舍？那在舍的当中，你总是要有一点历程嘛。那这当中呢？你就问自己哪边是劣哪边是胜，就要下点功夫去做这个交易的动作，也就是说把自己要换一个心态，或者换一些。那他后面讲说，那换这心态怎么换呢？第九个他说，非但我这样说，很多人家很多人也都说就是这样，你凭什么就说我是错的呢？那这个大概人家回答说啊，就像两个商人遇到鬼，这个鬼呢变成像人一样跟他们讲话，所以他们就没办法判别啊，就跟他讲说，你要去的前面的路啊，风米竹草，你何必栽这么多的粮食在那里预防万一呢？那其中一个商人呢，就把大概东西都放了，就往前走啊，就往前路走，就这个路就继续走啊，行进啊，到那边之后人跟牛都很饿啦、啊、当然就是啊，就没有反抗啊，就直接被鬼所吃了。另外一个商人就是说啊，啊，要放也不急的放嘛，等我呢得到了这个新的迷巢呢，我再把这个旧可气这个故事直接想，现在已经旧的就是现在的这些迷巢就可以把它放掉啊。所以呢他的人跟鬼有就会遇到那种饥荒的断粮的情况吗？就不会，所以他就没有被鬼所食啊。他说其他人的妄说就像鬼的狂言啊，汝不纳我言啊，你不听我话，就好像那个呢，就把这些固的迷草啊，就把大量，就是就好像说叫你把这些东西放掉，你为什么不放？因为你现在已经得到新的迷草，你何故不弃固啊？你怎么不把旧的给丢掉呢？开敞心胸来去接受这个新的呢？这个他就加丹，那个加丹就跟他讲。然后第十个更可爱了，他就把他情绪又演化出来，我心态好，你讲完了，可是他就讲，可是我就是不能舍，你再劝我就很生气哦。然后他就回答说啊，你就像是那个养猪的人，路上遇到粪便，你就想把它带回去，怎样？因为他那个，你知道他们会如何去做柴烧或者可以喂猪吗？你遇到地震，你就把它带回去啊，这样的话，偏偏在路上你就下雨了，你把它带，因为印度都绑上头顶了，那这时候那个就物资就下来，又不让你身上都很脏，头也很脏，路边的人都这样子，你就放掉它，你就放掉它，就你反过来，你在劝我，你在劝我，我很气哦，我非常气，我气到不行了。他就跟人家就跟他讲说，你不养猪，你怎么你才引叫我气？如果你知道我养猪的辛苦，你就不会叫我这样，就反而呢，对于那个劝话劝告他的人很生气，人家是好意，就开始生气起来了。然后觉得这十个字啊，有那种心态的转折。然后第五个呢，就第五行干就讲，他说、啊、这些外道子啊，他正在
服啦，他服了以后，他也要说他自己算很聪明，你自己这个心态。他说啊，事实上呢，你没有抽到十个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我就了解你的意思了啦。所以马哥说啦，马爱领住就对啊，马都爱领住。你无讲到遐尼头，你点一个我就知影，我超过伊要甲你饲的，所以我叫你讲知。有时候我看这个，有时候为什么我想要笑？我前面讲麦克风，我不能笑，就这样，因为我看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好笑，好可爱哦。人的那个东西都表现在里面。他就说啊，家三言啊，善于论义，亦复如是啊。律宗当中有一个说啊，他能够善为教化归戒，令徒受戒戒，就等于要让那个屠夫人，他是白天做屠宰。他说那没关系，你至少晚上你要坚守这个戒，至少你有一半的生命是 OK 的。那如果赢得的是晚上做这个不好的恶业，至少你白天一定要保持你都在三业清净，至少一半的生命是这样。所以说当你来生受报的时候，一定各于你的昼夜见到这样的果报，至少你那时候不会生命全部都是灰暗的。真的是尽可能的把握。那因为我尽可能我的重点就是要把文具介绍给你们认识啊，就是我的重点是放在，所以我尽可能用很快的方式白话让你们带过，回家阅读方便而已。我只有这个目的而已。另外一个第十行，他就说四点婆罗门与五百世呢，就是跟这五百个出家众讲说，你能跟我辩论吗？那这五百个人跟他说，哎呀，有一个呢，趋昙密啊。就是一个谁啊，就是佛，大家管他。他在这个国家当中啊，完全没有智慧，也没有任何名气啊。他说的话实在是掏钱倒尾丢耳边啊，言语丑陋啊。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做周利盘特啊，在出家当中，出家众当中也是低下的人啊。你如果能比他们两个好，跟他们两个辩论赢了，你再来找我，是好厉害。那这个四点呢、啊？这个都四点是指那个婆罗门。你想说，剩这两个人呐、啊，还没有什么值得高兴。但是我如果不如他们，就实在是太屈辱了，就想去找他们两个辩辩看，辩完以后再来找这五百个比丘这样子。那个后来他就遇到这个盘特，就问他说：“你是台府大名啊？你说你的来呢？”对呀、啊，他就说：“哎，你何就应该问法义，何必要问这个名呢、啊？”他就说，那你可以跟我论法义吗？这个外道就这样讲。他的盘陀就问他，我能够跟梵王论，何况汝是盲，就是看不见的，没有眼睛的。然后这个四点婆罗门说，盲看不见就是没有眼睛啊，没有眼睛就是盲啊，何必要这样子两重话说呢？这不是很烦呢？那个周利盘陀就做18遍啊，就这样飞来飞去做很多神变啊。然后就说，这个谁说的、啊、这个吉云真的是讲外道，就是说你就只能够飞，能够变啊，能够解义吗？然后这个迦瞻言啊，天耳闻到了，听到了，哦，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在跟外道辩论，他就把这个盘特给收起来。可是他不是只有论义的功夫，他还有神通的功夫，他那显示出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特质，但是其他功夫都不差。他就把这个盘特收起来，把自己的这个相貌变化成为盘特，就在迦瞻言变成盘特，去跟那个四点婆罗门辩论了。他就从空中下地，就问他说：“汝智何等啊？”就把他的话再回问一次啊。他就回答：“智男丈夫。”然后那个迦瞻言说：“男就是丈夫，丈夫就是男，你还不是一样啰里啰嗦？”然后那个四点婆罗门就说：“直啊，不要再讨论这些有的没有的，我们直接来讨论生法义好了吧。”这两个都在思维末节不谈。你们有去看那个外道论衡啊？那里面有还为什么是吧？他说儒家不是讲说那个身体法父受之父母吗？他说那个胡子啊，他就说你们怎么可以剃头啊，就指这个，就是说我们出家众怎么可以剃头啊，就那个外道，就那个我们的那个僧侣啊，就代表上去辩论一下说，那你胡子为什么可以剃啊？懂吗？他讲他头发，然后他讲他你胡子都法夫嘛，对啊，这里面就他就讲这种是杂论。然后这四点婆罗门就问他说，岂不依法得涅槃也啊？然后他就说，不依五因法能得涅槃。
那他就想说，五阴一合而生，就说有没有办法你能够证得涅槃？他说因爱生啊。那爱呢，既然是因爱而生五阴，那五阴的话能够可以把它处理，我们就可以证得涅槃了吗？他说那怎么样来断爱，就回头来问这个源头要怎么断。他说事实上是一八正道，一八正道就能够断这个爱。那次点婆罗门闻到这个的话，当场就远离尘垢，等于是他很能够善说法，还有能够讲展现神通。再来约教呢，就是依无常苦空来破的话呢，这是属于出教，就是你真的有一个所缘跟所依。那如果是通教的话，它的重点就是在空无所有，而后来论义，等于说它论义的起点是依哪一个点来出发。如果是依像一般的四念处，它等于是要先破凡夫四道，对不对？然后破断常二见。那如果是通教的话，本身是在空无所有上面来做一个发挥，这就属于通教论义。那别教的话呢，它是总持四辩呐、啊。那它这四辩实际上它是依三谛义理，就是空假中，只是它是有次第的，一空一假一中，这次第的过来。那它是以药斗病，那能够破断常两见。它等于说，它不但是它是、啊、因为别教的对象是谁？是菩萨。那菩萨他本身他所有在修行历程里面，他都在跟众生离不了关系，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应病施药。病就是那个感应的应，然后病生病的病，众生有什么病他就施与什么药，应病施药。那他的以药斗病也是一样，就等于你必须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点，而后给予他什么药，以药斗病，应病施药。再来一个是圆教，圆教的话它的重点是由实相毕竟不可得，而后来断除我们的六十二见断常等诸戒，就等于说他从什么起点而来做他的行为，不论是他的神通或者他任何一个点，或他的论义或他的智慧，他今天只是说藏通别人，他有不同的点来发挥这些善巧。那我们的其他的部分呢，以后我们在前面的第45页到66页会再做细讲嘛，现在是这几天是放在重点，是放在让你们了解因缘的部分，缘起的部分。好，再来本纪的部分呢，他说本呢就已经住到福德智慧二种庄严啦、啊，能问能答，威悯众生啊。他为了悯念众生，说他的机就能够做五位，就是也要参考舍利佛的部分，就是参考舍利佛。他必须要先到外道，然后再跟外道论义，再来三藏通别圆，也是一路转折过来。那他只是这五位本来是智慧，五位神通是谁？目连目犍连，然后这边五位论义就是迦旃延，迦旃延。他等于说都是五位，他的机都是由五位而来，但是他所做的手段或他的特色是后面另外那个动词，所以五位必须要回头看舍利佛，智者大师他就不会再重复一直讲，你们就舍利佛那边我们细讲，现在就回头都要开头看那边。我刚才黑板也有画，你们记得吗？对不对？我有画过啊。那再来哦，那律尊者就是阿那罗陀，阿那律尊者，阿那律尊者呢，他在过去世的时候啊，他这为什么会翻无凭，或者说他是阿那律，他底下有介绍，或者是无烈或如意，他底下这个记故事会讲。他说在过去世的一个饥荒的时候啊，他正就是供养一个辟支佛，这个非常粗糙，这个非常粗糙的东西，可是呢他却能够获得91劫的果报充足。他这个故事呢是在，我看一下，他21劫，来请看到那个90页的咸鱼经里面，他的故事在这里，咸鱼经。咸鱼经里面有第七行，他说福沙佛末法，那时候呢世界上都非常的闹得饥荒，有一位辟支佛叫做地刹，他在行乞的时候呢，因为饥荒嘛，说他就是空钵没有收获，等于是托空钵而回来呀。那有一个贫穷的人呢看到了，就才觉得非常的难过，想说他就得他非常的心疼，他怎么会空钵，又今天又没得吃啦。他就跟他那位辟支佛利刹说啊，圣士啊，你愿意接受我这粗糙的米饭吗？就以他所要今天应该唯一可以吃的，就要把他就是他要吃的这个东西供养给这一位辟支佛。
那这辟支佛吃完后就做了18遍，就是在空中做了神通变化，让他生欢喜心呢。后来呢，就去采这些东西再回来给这一位贫穷的人。那这个就有一个兔呢，兔子就跳起来，把那后面给他抱起来，等于是抱起来以后就这样，他就会，人家他等于是他有神通嘛，然后他就躲起来，他就想变成死人，让那个兔子自己再离开他，就离开他的背上。然后呢，诶，为什么他跳到他身上？我现在问你，为什么他跳到他身上？为什么？你如果是饥荒的时代，任何是一个动物，大概都很担心会被吃吧。他如果有个可以靠的人，又是没有攻击性的人，他十之八九都会觉得是有安全感的，对不对？可是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辟支佛他的重点不是要去照顾这个兔子啊，他的重点是要去报恩啊，所以他就自己变成死人，然后那个时候兔子就跑掉了，因为兔子想说啊是死人不能跟我作伴，就跑掉了。然后呢，等到天黑了以后，他就回去那个人的家里，就是变成就倒下去，就本来就变成要金人。然后那个贫穷的人把他的指头，你看金人的话指头掉掉了就是金子的嘛，拔掉，哎，这个指头又长出来，而且不是活的，是死的，就等于是个金人。怎么拔怎么用，你拔他的脚，他就也随出来；你用他的脚，他也会长出来，取之无尽啊。那这时候这个消息就传出去啊，忽然一个穷人怎么样会这么有钱呢？那恶人恶王就想来夺啊。可是，一来他家呢，都只看到是一具尸体。可是这个有福报的人看到的都是金宝、金银宝物啊。所以说他这样因为这个因缘，他91劫的果报都非常的充足，号为无贫啊。然后他在投胎的时候呢，他的家业丰溢啊，日夜增益，越来越好。那父母想要来试探他的福报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把那个空的器皿啊送，叫他顾好，就是盖着盖子哦，跟他讲里面是什么，你给他顾好些，我们谈好一来再判给你哦。结果呢，打开盖子啊，哇，都是百位具足。到他，然后他的门呢，他的门口门就是门庭里面啊，常常有12000的，6000个呢取债，6000就还啊，就等于是永远都无匮乏就对了啦。出家以后呢，谁所自处，人间欢喜啊，他想要什么都可以像他在家里一样，没有任何欠缺呀、啊。这就是他前面讲的，为什么他号为无贫或号为如意。这个故事这样清楚，他有的故事他都会跳来跳去前后讲，所以我们回头再回来前面89页《长阿含经》里面有个杰出大水啊，风吹结构，就等于说当时世界是怎么造成的，就是长阿含。那有一个就是说观音天的那个人啊，天人如果他的寿命尽的话，他会化身为人。那到这时候的人呢，他的身是有光的，可以在飞翔的，可以飞的。那他是以欢喜为食，没有任何的阶级位次，男女尊卑，众共生中呼为众生啊。那这个自然呢就会有地位，这个地位呢就像醍醐一样，颜色就像生疏，甜度就像蜜一样啊。可是千万不能够贪多，第五行他说什么，贪多就会憔悴，飞不起来了。吃得少的呢还有一点光，这时候呢就会看得出来漂亮不漂亮，就有胜负啦，就互相说啊你这样你那样，就说出了就有是是非非就跑出来啦。那这样因为是是非非以后，这个福报连那个地位的福报都没了，那到最后呢就只能吃这个自然的地皮啊，转香越来越吃得越差，当然呢长得又更差，然后互相的那个慢心啊，各种的不好的心又更多，然后到最后这个皮都没有啊，地皮没有，吃地肤就转生猪二，越来越严重了。师父吃自然的梗米啊，只好吃这个他所衍生出来的、啊、食米呢就糟糕了，男女更生，睡为夫妇。那因为害羞就造了房子啊，那房子以后就要取这些米啊。然后后来因为总终究就是资源有限嘛，天灾的问题，各种问题，就是第八个人有贪欲啊，更相道夺啊，就立了一个能够把这些战乱平衡的，而且能够做当中做裁决诉讼的人，这个人就叫做明主。那他的孩子呢叫做真宝，真宝有孩子叫做好位啊。那从明主这个创了以后呢，这些辗转相继直到那个净饭四王啊，就是有84215王啊。
这个记稍微印象就好，这个没特点而已。那底下就是开始，这是它的一个源头。那往下面，这个因为阿那罗陀是他那个世尊的什么堂兄弟嘛，他这边是要介绍他们世家族堂兄弟的一个渊源，所以刚开始会是这样。那往下他就会介绍说，那这个当中有一个，这是他们的，等于是他们是从天而下的，是要说他们种性的好。那下面会介绍为什么他们姓屈檀，12行到16、18行是要介绍为什么他姓屈檀。他说有一个当时有久远一个国王啊，他的孩子应该是要来继承的，可是因为父母啊往生了以后呢，他就不想要这个王位，就把这个国家交给他的弟弟。那这个本来要继承的人就跑去跟一个婆罗门侍奉他学法，这个婆罗门就跟他讲说，你必须要来信这个屈檀信啊，把这个王者衣都去掉，等于说你必须要来学这样的法，你把你原来的衣物也都换掉，从头来过啊。那当时人呢就号他为小屈檀。那他住在甘蔗园，刚好有一个盗贼啊从园过啊，那抓了就是要抓这个盗贼，就没想到去抓到这个小屈檀，就用木罐射之啊，哇，就把他射死了，血流满地啊。这个大屈檀对他实在是非常的好，视如己出啊，就把这个血所染的土收起来，回到他的甘蔗园啊，用气盛起来，器皿盛的放在左边右边，然后就开始修他的法，说如果我的这个心是非常的诚恳的话，天地也诸神请你帮忙啊，让这个学徒能够变为人。经过了10个月以后，他在他左边的呢变为男的，右边变为女的，这两个呢都从他的姓而姓屈檀，那就是从这个连村下来他们的姓就对了。那这个屈檀它的含义，他现在介绍它的意，这个音译的意思，它的音译的意思是说它本身呢它也叫做纯熟啊。那底下如果看到22行，先看到22行，他说这个上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另外一个是说他们本身所住的地方，他们当时他们祖先那个异魔，你看那个有个第19行有个异魔王世子，那异魔王刚好是第10行，我们看到异魔，第10行中间有个异魔，有哈异魔，然后你看到第19行，他现在把两个故事串起来。那这个异魔王他有4个孩子，这4个孩子啊都非常的棒。那他们到了迁到雪山的北面的时候，有一个植树林，就是那个树长得都非常的挺拔，那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实在是仁者仁王，有德恨啊，就跟随他们啊。那些人跟随他们就好像那个闹市人这么多蜂拥而来啊，那郁于强国就成为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那他父王就说啊，我的孩子非常的有能啊，德能的意思。那这个世子就以此为信，所以说他22行就说这个里面的这个外国语，就是这个意思啊，虽然他称为屈檀的话，事实上或者称为世家，它的里面一个是指这个树林的子，就是他的本心也很直，也是很纯，也很熟娴熟。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德恨是能人的意思，所以他说这里面的意思啊有很多重啊，那前面有这样的一个来由。好，九十页的话，这个图呢是给大家的一个参考。那这个狮子夹它有它的就是晋范王的父亲啊，那底下呢这些后面都是属于乔达摩的难陀，或者后面这8位啊，这8位的关系堂兄弟啊是哪一位王者所生呢？我跟你们说，佛经里面的记载各种书好多说法，除了确定他是晋范王的以外，其他都会有谁跟谁是兄弟，谁跟谁是父王父子关系，很多说法。所以这一个是从底下的这一段文字帮他整理出来的，那并不是只有这么一种说法，这提供参考，那我们就看过就好，往下继续哈。那再来呢，第15行阿那律他精进7日7夜啊，就是那时候是被佛说啊，你在听法之后怎么可以打瞌睡呢？然后呢他就开始精进啊，眼睫不交，就是完全连眼睛都不眨。那佛就跟他说，眠是眼为实啊，怎么可以7天不睡呢？那这样子结果的话呢，就上其筋啊，就得失眠啦，失了那个眼力啦，那失了眼力就失肉眼，那佛就教他求天眼。那就他之后呢，在信念在远就怎样，他能够依佛所教来修，所以说呢，四大净色半头而发，他能够彻见内外。他彻见内外以后，不论是有没有光，他都看得见。
他就对四梵天王说，我看到释迦大千世界啊，就像啊看掌中国，就等于是再远的东西，不论是明是暗，就像看我手掌里面的东西一样，这么的清楚啊。那佛法，那个佛也对他说，我佛法中的天眼测试者是谁第一啊？就是阿那律尊者。那阿那律尊者他是肉眼说，他曾经有在缝针的时候，他有说谁能为我缝啊，这个福报谁要赚啊，当时谁来赚？佛陀。那他就说，佛啊，你怎么还愿意赚？他说福德东西我永远不嫌多啊，我们永远都要永远的积极。那他就对阿那，为阿那底下就开始讲说，佛与八百比丘集啊，为阿那律做三衣啊，佛制梳章，诸比丘他帮他剪啊缝啊，一天就把这三衣都做好啦，并且由这个因缘而后为他们说出家受衣的进退要怎么样，大家怎么共处，那这个衣的重要性，那在这说的法的当中呢，无量人都由此因缘而得到。好，再来约教的部分呢，这上面可以看到一到四，还一到五是属于有藏通别圆，对不对？下面六到九有藏通别圆，这两组看起来是两组，实际上可以配合成一组看。你让我们看到那个上面写说，依禅定境而后能够发天远，是外道凡夫，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依无漏四禅发天远，那是三藏。所以说天远是不是共外道？有没有？有。所以说像这种东西考题目来就不会照着考，就会我讲说。天眼共不共外道？共。那无漏四禅共不共外道？不共。就是考这种东西，就你要活用。好，来再来底下就看到第六行，所以说如果是依善善修漏眼，依定来修天眼，三藏意，那这个三藏意的这个定，请问是外道禅定还是佛家的禅定？第六的这个定，三藏意哦，应该是我们的佛家的，对不对？ OK， 好，再往上看第二行，依体法，通教本来修的就是体空观，说他体法就是说你能够体空，依体法无漏慧，等于说你修体空观，你能够发诸行，依诸行这等于是空慧行，诸行就是等于空慧上而来的空慧行发天眼，这属于通教义。那看第七行，所以说他是依体法，就是体空观，说他第七行的叫他依空而后修漏眼天眼，他的重点是在空。那藏教他就是从假的 X 直以为 X， 对不对？他由善而后修定，一路这样子修过来，说他的重点是在善跟定。那通教的话是由空，他本身就住在那个我们画的图的话，藏教是从这里起修嘛，那他起修他一定要先断掉这边的恶啊，他要把这个处理的时候，他必须先修善，而后修善修戒修定，由定的功夫让他内化以后，他证到这个地方空。所以说这个地方这一段是属于藏，这里达到这里是通，通是一个定点的地方。然后呢，你可以说这里有一条线过来，那另外一条线是这样子的，这是中，那这个是散跟定，这是空。那之后这一个段呢是修三地理，修三地，那这一条也是修三地，这两个是一样的，只是这是渐次修，这是直接的圆顿修。所以那个第三行，它一善呢发漏眼一定，陆续修在一真一俗一中，对不对？这是次第修，就是刚才那个表跑最远的路，那个属于别教。所以在第八行它就是次第修。那圆教的话呢，是依实相发天眼啊，就是直接由实相圆那个底下的中实相，所以它是不次第修。这样子清楚了？你看怎么画不还是这个表？怎么画就还是这个图？对，第一堂课讲的早就什么都讲完了，现在只是在复习，怎么样把它再活用，然后去发挥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好，那关心的地方，请各位注意一下关心的地方，关心的地方。这个地方上完我们先上到这边就好了哈。那关键的地方，观因缘生善心啊，观因缘生心空即天眼，生假即中，有没有看到？就是空假中。如果中间看这个位置，看那个中间的这个表的话，善是肉眼，空假中，有没有？好，那我们很快来问各位一件事情，你看到这边的天眼是观因缘生的哦，那观心事本身是要依观慧而来论，观心是要依观慧，
你们写上去官会，那官会有没有公外道？不共，所以你这边要写上它是不共外道来论的，因为能够观因缘的时候，实际上早就是已经是佛弟子的问题，所以它不共外道。可是你上面的地方第三行的一定而发天眼，那个地方的天眼是共外，有没有？前面那个地方的话，像那个第一行发天眼，有没有凡夫外道是共的？你那个地方要写上第一行。第一行的天眼凡夫外道，那个天眼是共外道的，所以同样一页里面有共外道跟不共外道。好，今天就上到这边。